镜头是来卫生乡，卫生乡农会长期致力于辅导农村家庭推动绿色照护计划，举办相当丰富的活动，让民众来参与。已经举办了网印印刷的 DIY 活动，将卫生农会 logo 印在衫裤顶端，和大家做伙动手来家己做，非常的趣味。大家欢喜的将衫放伫桌顶，用网版印刷的方式，将梅山农会意向 logo 印伫顶头。这是梅山乡农会的绿色照护计划，邀请社区的民众做伙来参加，并且还有相当多的活动。咱即届吼，咱迄个绿色照护站吼，咱的活动吼，咱请到咱黄千文老师吼，来咱做咱的网版印刷啦吼。咱的主题就是吼，我今天衫头顶这迄个梅龙情啦吼，算讲吼，咱代表咱梅山吼一个迄个绿色照护站的吼，一个算讲因伫遮做活啦，算来遮上课嘛一段时间啦吼，啊，咱就做一个纪念啊，吼咱遮的迄个遮指导员安尼啦吼，啊。即届吼，咱的即个活动吼，我感觉最有意义的就是讲，因为往以前吼，咱的家庭的活动拢是注重伫咱的石农的一挂迄个活动，啊，咱也用做一挂手工艺吼，啊，来算讲，哦，民众吼，能够加有一挂物件，啊，多体验其他的乐趣，那也算是一个另外一种体验。谢谢。梅山乡农会总干事黄淑贤就表示，因为长期以来梅山乡农会拢努力推广乡内的绿色照顾计划，除了食农教育以外，对着长辈嘛是相当的照顾，所以这件传领大家动手制作网版印刷，让大家会使更加熟悉家乡。最新新闻，曾一贤、梅山乡采访报道。